仙界也有卖假药的吗？啊！得找店家赔钱啊！敢毒害本王的人，居然只有这点胆量！ 仙界果然养蠢物，你凭什么？像你这样的卑劣灵族，如何配得上芙蓉仙君？你这么喜欢芙蓉君吗？要不这样，我带你一同到天君那儿，你好好跟天君表达表达你对芙蓉君的爱意，让天君为配得上芙蓉君的你赐个婚，可好？你。 本来这种毒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伤害，但与方才吃进去的药在体内一合，倒是有点厉害。那。 不过如此吗？芙蓉君从来不是你这样的人可以私占的。就是。你们仙界这帮臭丫头，当真是欠揍极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明明中了这么多毒，被芙蓉君荼毒了这么久，本王今日便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铁血真英雄。 你在做什么呢？有三个不知死活的仙子来送死。嗯，认识这个吧？啊！我把他们给杀了。你把他们杀了，然后。